盘点小时候的课本都经历过什么，看看你中了几条鸡书。看着老师画下来的崭新的课本，我就知道新的一学期就要开始了。翻开书本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不知道是不是油墨没有风干。虽然不好闻，但是越闻越上头，以至于发现书的那段时间，我就会疯狂的吸书。知识的味道，写名字，这书发到手里第一件事就是写名字，但是由于新书上有一层油膜，写上的名字用纸一擦就掉了。于是好多同学翻开第一页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我可跟他们不一样，我都是在书的侧边写名字，这样不容易搞混，而且还能及时的发现。读字母，翻开新发下来的英语书，看着带圈圈的拼音，我是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涂它，因为我以后涂打底卡练习手速，当我涂完后的文章学习都有了动力。我信你个鬼。画家，当我翻开书看到课本中的插画时，完全控制不了我内心想创作的天赋。给老奶奶画上智慧的眼神，还有祖孙血脉相承的大门牙，不能深刻的体会到所表达的思想感情。男生给他涂个嘴唇，画个长头发，女孩子就要让他留出胡子，长出浓眉。我深深的被自己的艺术才华所折服。干你！孔雀开屏，上课无聊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把书叠成花，让每一页都像我这样窝起来。书本怎么玩，早就被我这个老六研究的透透彻彻。你们看这样是不是非常好看？就好像孔雀开屏一样。望远镜和传声筒，将课本卷起来，这就是我的望远镜了，用来观察老师上课时的一举一动，防趁我不注意时偷袭我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还可以用来当我的传声筒。下课，下课，不许压堂。白描高手，用课本中的图案进行描边，那不仅使插画更加生动形象，而且还有一些立体感，就好像我亲自画出来的一样。疑惑行为，还会随机翻到一页，让书像我这样推一推，还可以听到轻微的沙沙的声音，感觉这个过程做起来十分的解压。或者拿铅笔在书缝中反复的画直线，不一会儿铅笔芯就被我蹭得锃亮。或者拿新买的小刀在书上乱划，结果回家就是被妈妈劈头盖脸的一顿揍。一不小心将墨汁滴在书上，我身上的艺术细菌终于可以得到展现。用嘴疯狂的吹气，墨汁很快就在书本上泛开，形成一幅独特而又美丽的风景画。那么你们的课本又经历过些什么呢？